6500万年前，一次剧烈的基因突变将恐龙转变成人类。现在有人正在暗地里图谋不轨，要让时间倒流。但是有一支特工队会尽全力制止这个阴谋。他们是罗杰、马斯、卡鲁索、菲奥娜、巴斯。恐龙特工队尽在 KidsCo。